努力学习是好事儿，干嘛就死活不敢承认呢？我们没有。儿，您想想，我们要是努力了还考这分，那成什么了？那不成卷心菜了吗？就是，卷心菜，这么卷，还这么菜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努力咱们就正大光明的努力啊，你长期偷偷努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吓唬谁呢？能有什么后果呀？没后果。宇文，我问问你，这都已经黄昏了，你干嘛还戴个墨镜啊？因为黄昏是我一天当中嘴最硬的时候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在掩盖这个。哇，宇文，你眼睛上好多圈圈啊。你应该是每天晚上偷偷读书，夜里连灯都不敢开，才活活把眼睛熬成这样的吧？这就是个装饰，这玩意儿还在这装，这么多圈，这得多少度？哇，土星！老师，这边我真没事儿。宇文，你真的忙了？所有人都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天硕你不行。如果我们这样的成绩是努力过后的结果，我们该怎么面对那个无能的自己？哎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你闹着玩呢，哥们儿，这眼睛一点毛病没有。我觉得刘老师有点瞎。我就是刘老师。戴上吧。我不戴，我看得见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起来吧。这个教鞭你拿着，以后用得上。谢谢刘老师。